为了万千家庭的团聚，他们披星戴月，行程万里；为了穿越岁月的重逢，他们抽丝剥茧，从未放弃。科技助力，专家会战，只为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一线系列节目《团圆》正在播出。依据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法庭科学 DNA 鉴定书，文书号申公司鉴 DNA 字20211299号，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确认孙有飞、彭四英和国斌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孙有飞是国斌的生物学父亲，彭四英是国斌的生物学母亲。这是一场被拐儿童认亲的团圆现场，电影《亲爱的》原型人物孙海洋夫妇眼眶发红，小丑盼望着他们朝思暮想14年的儿子孙卓。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见到儿子的孙海洋嚎啕大哭，几近崩溃，他试图像儿时一样抱起孙卓。14年的委屈和压抑，14年的悲痛和绝望，在见到儿子的瞬间都化为了失而复得的喜悦。当天一家三口相拥而泣的场景让千万网友感动落泪。当天我们的直播也有3000多万的人在同步观看嘛，特别真实的感觉，就是那种失而复得。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看完以后，其实我们现场那个主持人都在流眼泪，挺为他感到高兴的，然后也觉得挺心酸的，让人看了以后才明白他给一个家庭是带来多大的伤害。这是一次全民关注的认亲，孙海洋气血寻子14年终得圆满。而这个家庭的故事是2021年公安部开展团圆行动以来上万个团圆家庭的一个缩影。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行动以来，各地公安机关按照行动要求，扎实开展基础信息完善、涉拐信息收集、 DNA 数据比对、拐卖接案攻坚等工作，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和有效发动下，团圆行动破积案、抓嫌犯、查找失踪被拐儿童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1年的团圆行动，全力侦破拐卖儿童积案，全力缉捕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失踪被拐儿童，着力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拐卖儿童积案400起，抓获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1124名，开展认亲活动2900余场。仅2021年，累计有11198名历年失踪被拐儿童被公安机关找回，其中失踪20年至30年的有2538名，失踪30年至40年的有1812名。失踪40年至50年的有371名，失踪50年至60年的有190名，失踪60年以上的有110名，失踪被拐人员与亲人分离时间最长达74年。我妈看到就是说跟亲人同居，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公安机关真的挺不容易的，去找然后去追踪这么多年。我们老百姓还有，个人。家庭不可能有这个庞大的力量去寻找儿童是丢失的儿童这些，那肯定要公安部门啊，治安各方面去寻找。我觉得还是可能有一些隐形我们看不到的方法，让大部分这种事情家长比原来要安心多了。万里寻亲的失孤父亲，这轮贩子你认不认识啊？找一个不是，找一个不是。
攻坚克难的英雄群体。请他们坚信公安机关一定能把他们的孩子找回家。漫漫寻子路，梦圆在此时。一线系列节目《团圆重逢》正在播出。在深圳认亲现场，孙海洋夫妇拉着儿子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长得也好可爱。不记得，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家里有你这么大一摞相片，你知道吗？有这么大一摞你小时候的相片，好多。每天妈妈和爸爸都在为你的事操心，老公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出什么意外，都吓死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时隔14年，父子相见，母子团圆，一家人此刻多少还有些陌生。对于父母，年幼被拐的孙卓早已没有了儿时的记忆，而对于儿子，孙海洋夫妇的脑海中依旧是他4岁时候的模样。我看到4岁小孩子穿的鞋子、玩具车，我就很容易想起我的孩子，我不知道孩子在哪里，他就是停留在4岁的时候。这张照片拍摄于2007年10月2日，是孙卓被拐前一周，孙海洋用手机随手拍的。这是他能提供的孙卓小时候最后的照片。为了让孙卓受到更好的教育，2007年，孙海洋带着妻儿从湖北省建立市来到了深圳闯荡。原想着靠经营包子铺在深圳开始新生活，可孙卓的失踪改变了一切。当时我在包子店的做事，然后他就在包子店门口玩，他跟爸爸说，爸爸我出去玩一下。海洋说，现在都7点多了，要睡觉了，不能玩了，这么晚了还出去。他说我马上就回来，说完了头都没回就出去了。那时就是我跟孙卓妈妈两个人做包子，很辛苦的，然后中午也没休息，每天半夜2点钟要起来开始做包子。我就太累了，我就躺在这个床上了，睡着了。我睡了后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然后他的妈妈就开始找孩子。在四下寻找无果后，孙海洋向当地警方报了案。民警走访现场发现，在孙卓丢失地点不远处有一处公共视频，恰好记录下了嫌疑人作案的瞬间。2007年10月9号，人贩子在他爸爸开那个包子铺门口晃了2圈以后，他发现这个小孩虎头虎脑的挺可爱，他丢了个糖果要这个小孩看得到。这个小孩呢，他因为毕竟他岁数小嘛，他就过去捡了以后，他又用糖果引诱他，引诱他以后呢，他最终把这个小孩拐走了。尽管视频录像模糊不清，但民警依旧刻画出拐卖嫌疑人的形象。嫌疑男子33至35岁，身高1米68左右，体重125斤左右，很可能为北方人。这个案件引起了深圳警方的高度重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排查人次几千次，就几千个人员都逐一的排查掉。那个白衣男子是谁？把孙卓带去了哪里？一切都无从知晓。就在心里内疚，本来孩子自己没照顾好，给弄丢了。最开始那几个月真的是互相埋怨吵架，家里弄得鸡飞狗跳。一家人就天天就这样，再要么就吵架，所以后来导致我的妻子，她就是求我把她杀死。只有死了之后就解脱了。我就到厨房拿了把刀，我就跟她跪下来磕头，我说你杀了我，我也不想活，我真的不想活。我说你求你杀了我，我就跟他磕头，我说你求你杀了我。就是你不敢吵架了，就是从那次他磕头，我就怕了。从那以后我的性格也变了，就是家里不怎么说话了。从天而降的灾祸让孙家人猝不及防。孙卓被拐后，孙海洋的父母也赶到了深圳，全家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金额从50000元涨到100000元。没有人提供线索。这之后，孙海洋把包子铺的招牌换成了悬赏20万寻子的大幅广告，在上百家媒体上登载了儿子的照片。在以此事为原型的电影中，孙海洋唯一的要求就是片尾字幕公布出他的电话号码。
我的这个电话号码一直不会换的，不会变的。我总是想，就100个里面没有，1000个里面没有，那10000个里面总有吧。我总会接到那么一个电话的。在等待和煎熬中，孙海洋曾和多名寻亲家长相互扶持鼓励，彼此支撑着走在漫漫寻子路上。哎，看到过这个小孩被卖到这附近没有？打听一下。嗯，2007年，有没有这样一个孩子买过来的？来的时间就4岁了，15岁了。这个人贩子你认不认识啊？这个人贩子，这个就是人贩子，对，这个是人贩子，看你有没有认识。明白。你帮我留意一下，我这里要损伤20万喽，找到这个小孩20万了。这些年来，孙海洋前往全国很多省份寻找过儿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一直没有儿子的准确消息。他很难想象儿子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我在刑警支队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孙海洋这个案子呢，我是一直在关注着，所以我们也是几代刑侦人啊。几任刑侦队的领导班子啊，都是把这个案件作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案件在开展工作。案发后不久，深圳警方就采集了孙海洋夫妇的 DNA 信息，录入到公安部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多年来，警方的侦查工作从未停止，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卷宗有好几本，那个核查线索的都有这么厚。因为这个案件，我跑了有几十万公里，跑了山东、河南、河北啊，这个四川啊、重庆啊、云南啊、贵州啊，我们广东省的每个城市基本上我都去过，就是因为他这个案件。十多年来，无论雨暴风雪还是年关节日，哪里出现了疑似孙卓的线索，办案民警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当地核查。我是亲眼看到他们各个地方跑出找孩子，可能其他的一些家长还不知道公安是这样找孩子的，因为我是经常的和这些警察找孩子这些警察打交道的，我能够亲眼看到手机里面很多视频，这又是在哪个地方，很冷的地方，不像深圳这里温度这么高。公安人员给我们的才是最大的方向，就是给你一个定心丸，这个孩子我们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回来，这是时间的问题，你一定要耐心。对于找回儿子，孙海洋夫妇从未放弃过，公安民警也一直在四处奔走。可现实的情况是，类似孙卓这样的拐卖儿童积案，时间越久远，找回的难度则越大。拐卖的积案呢，很多是没有物证和现场的，也没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破案线索，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回失踪被拐儿童，非常难找到。决胜千里的关键决策，单骑寻子的孤独旅程，悲剧背后谁是主谋？一线系列节目《还原重逢》正在播出。随着科技发展，公安机关侦破拐卖儿童积案的手段迎来了重大转机。2021年1月，公安部依托全国打拐 DNA 系统，通过广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及时组织技术比对核查等工作，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案，全面查找失踪被拐的儿童。至于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专项行动，被命名为团圆行动。为了确保此次团圆行动取得更大的成效，公安部在山东济南、湖南常德先后2次组织团圆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由公安部抽调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和全国31个省市的172名 DNA 人像和信息研判专家，开展了为期111天的集中会战。在团圆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中，刑侦专家全面应用刑事技术手段破积案、抓嫌犯、查找失踪被拐儿童。团圆行动展开以来，孙卓被拐案作为重点案件被列为公安部督办，技术专家根据孙卓被拐前的照片展开了人像比对。孙海洋这个小孩照片啊，从年初到现在一直作为重点关注的案件啊，因为这然后进行比对，而且是多个专家啊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比对。在湖南常德团圆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现场，多名专家通过多种方法对疑似长大后的孙卓展开查找。在一轮又一轮的筛查后，
专家组的工作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一直比到10月25号的那天晚上，然后我们终于从一堆可疑的对象里面最后找到一个特别相似的，然后我们研判他的背景信息之后呢，经过多个系统反复的进行研判进行甄别，哎，最后发现他确实各个方面都符合孙卓的，一个是他的长相，然后包括他现在有可能的这个生活的状况或者年龄。这名可疑对象名叫谷某，当时18岁，来自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阳谷警方立即对谷某的血样进行了采集。我们按照操作规范，迅速将血样送到莴苣 DNA 实验室。DNA 实验室的民警加班加点，很快对血样做出了 DNA 分型，将相关数据输入到大怪库，很快就逼中深圳一个多年之前立案的一个案子上的 DNA。 2021年10月29日，经 DNA 再次比对及研判，公安部团员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专班认定，山东省阳谷县的谷某与孙海洋夫妇确属亲缘关系，他就是孙海洋失踪14年的亲生儿子孙卓。那一刻真是爆发着热烈的这种掌声，我们也特别激动，特别也是感动，像专家的这可以说一份执着吧，让这个案件终于这个突破。最开始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事情，他们说我父母找了我10几年，当时肯定不是不想要我了，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他们跟我说我被拐走了，好像是我真实身份不是这里的人，是别的地方的人，就是在电视剧里我都见不到这种情况，更不用想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孙卓告诉民警，对于儿时的记忆他非常模糊，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来自千里之外的深圳。那么在深圳被拐的孙卓为什么会出现在山东？14年前拐走他的男子又是谁？粤鲁两地警方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隐秘14年的真相展开彻查。当时家中说没花钱，说是他是亲戚的嘛，他直接是坐的火车到深圳把孩子接回来的。就说夫妻双方因为这个生活感情不和，离婚，孩子没办法抚养，然后问问家。老家的有个亲戚有没有需要孩子的男孩的进行抚养。经过调查，警方确定这段公共视频录像中拐走孙卓的嫌疑人名叫吴某龙，案发的2007年，他在孙海洋包子铺附近的一家超市当保安。收到这情况之后呢，我就立马就跟我们深圳后方的专组成员通报了这事情，后来我们在当天晚上抓获归案。吴某龙到案后交代，案发那年他发现孙海洋夫妇整天忙生意顾不上看孩子，就趁机把孙卓拐走送回阳谷老家给没有男孩的亲戚抚养。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吴某龙在2007年还涉嫌拐走了另外一名孩子，在此次团圆行动中公安机关一并进行了解救，目前吴某龙等5名嫌疑人已经落网。那我们想的话呢，这个更多的是应该说是一种践行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也是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们的一些具体举措，更是我们的打拐民警对人民群众对于失去子女的家长的一份真情实感，我觉得我们是带着真实感情在投入工作当中去，而且一个传一个，一代传一代，大家呢就锲而不舍，最后取得了成功。给我要小孩，我终于心里石头落地，要给他交一个小孩出来了，是吧？加油啊！你还记得这手势啊？还记得这手势？挺好的，挺阳光的。我孩子呢，离开我14年，57天，我今天终于见到了。太开心了，这感谢深圳公安的多年的努力，终于帮我找到了孩子，
十四年五十七天从未停止过寻子的孙海洋终于梦圆深圳。团圆行动取得一个又一个战果，也代表了公安机关这么多年来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保护儿童权益方面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努力。2000年，公安部部署第一次打拐专项行动 ，DNA 技术开始应用于打拐工作。2007年，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正式成立。2008年，公安部成为国务院反拐部级联席会议牵头单位。2009年，公安部建立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是全世界首个打拐 DNA 信息库。全国打拐专项行动开始后转为公安常态化工作。2011年，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在全国推行。2016年，供全国部省市县打拐民警使用的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2021年，公安机关开展为期一年的团圆行动，攻坚历年拐卖儿童积案。2021年6月，公安部全面公布全国3000余个免费采血点，助力团圆。2009年以来，公安机关一直在持续开展打拐专项行动。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拐卖儿童犯罪已得到有效遏制。目前，每年发生的盗抢拐卖儿童案件已降至20起左右，并且基本实现了快侦快破。刑侦科技的进步是团圆行动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的技术支撑，而公安机关一心为民、以为群众办实事为出发点的警务制度改革，更是团圆行动背后最强大的制度支撑。在公安部的领导之下，我们是多警种也是在联动的。虽然是就是说打拐工作刑侦是主力军，但是各个警种也是在全国的这个团圆行动开展中，积极贡献了各种力量。自团圆行动开展以来，公安部统筹指挥，各地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全国公安一盘棋，多警种联动，一大批备受关注的案件相继迎来了转机。我在路上了，才会觉得对得起儿子。不管他在哪儿，我都希望他知道他爸爸在找他。2015年，电影《失孤》上映，让人们记住了电影的人物原型——山东聊城的寻子父亲郭刚堂。和电影中的情节一样，一个人、一辆摩托车、两杆寻子旗，郭刚堂为寻找儿子郭新振，行程近50万公里，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你的小孩是怎么被人？我的孩子是在这个1997年9月21号被这个人贩子给拐骗走的。人贩子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在家门口玩的时候，在家门口玩。当时拐走的时候，小孩多大了？拐走的时候还2周岁半。看，这是我那个孩子的相片。万里寻子路上，郭刚堂一遍一遍向路人诉说着自己的遭遇。多年下来，当年儿子丢失的场景不仅没有因时间久远逐渐淡化，反而越发印象深刻。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1997年9月21日，他结束工作回到家时，家门口围了上百人。一位邻居告诉他，他2岁半的儿子郭新振被一个女人拐走了。当时村里的乡亲们立刻组织起来出去帮忙寻找。然后呢，就是老乡嘛，就开始发动起来，然后就是3、5个人一伙就开始出去派人去找。然后呢，就是咱们这个警方嘛，也开始就是迅速的破案当中去。鉴于案件有价值线索非常少，警方虽然全力侦破，但始终未有大的进展。再后来，在乡里乡亲的资助下，郭刚堂开始了一个人的寻子之路。孩子找不回来，我都不回家了，是什么其他的，就是说其他的什么都装不进脑子去，就这样的。那个时候，郭刚堂的脑子里只有儿子，不管哪里有郭新振的线索，哪怕是假消息，他也立即孤身前往，
根本不考虑其他的事情，有一次甚至遭遇车祸，险些坠入悬崖。我的脸就磕在了那个防护柱上，我那个双手呢就死死地抱住那个防护柱，这个左腿呢已经下去了，右腿呢就磕到那个路边崖上，就是这个风啊和雨啊就顺着那个脖子往下灌。我那时候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丢孩子的时候，为什么我找了那么多年找一个不是，我要是一松手啊，我所有的苦痛就没了。在我想松手的那一刹那，我就看到了，就歪着的那个摩托车上那个插着的那个寻子旗被风吹得啪啪的响，我孩子在看着我，在等着我，就擦了一把脸，就推起了那个摩托车，就推着他，就一瘸一拐的我又走下去。这些年来，不仅仅是郭刚堂放不下对儿子的牵挂，他的妻子也一直生活在深深的自责中，他觉得孩子丢失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看护责任。是我的错，把孩子看丢了。不是你的错。又不是我的失误，孩子不会丢的。多省联动，陈年旧案再起波澜，骨肉分离，采血认亲，圆梦有路。一线系列节目《团圆重逢》正在播出。茫茫人海，郭新镇到底在哪里呢？郭刚堂想尽了各种办法寻找儿子，后来他接触上了网络，开始通过互联网发布寻子信息，搜集查找线索。在这个过程中，郭刚堂认识了很多寻找失踪孩子的同路人，大家抱团取暖，他也见证很多家庭的团聚。实际上我这个在这个羡慕的同时，也心里就是也感觉到特别的不好受，因为毕竟我的孩子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就是只想假设说找到的孩子是我的孩子，那应该多好，一直都是，但是我没有这么幸运。这些年来骑行在路上的郭刚堂，每次看到和打拐相关的新闻，都让他增加一份找到孩子的希望。感觉我在努力一点点，可能孩子就回来了，而且从感觉就像一层那个白纸，然后就是有那么一点那个什么，就是一捅它就会透的，就但是可能就是那一个点老是找不到，真的。其实郭刚堂心里明白，多年过去了，即便儿子郭新镇一切安好，要想凭他个人的孤军奋战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郭刚堂他也是说，我走了这个大半个中国，最后我也没有找到我的孩子。我就问了他，我说郭大哥，我说这个郭镇站在你对面，你敢认吗？你不能，你也认不出来，你还是要相信公安机关。事实的确如此，二十多年来警方一直在努力寻找郭刚堂的儿子。2000年 DNA 技术开始应用于打拐工作后，山东聊城警方就第一时间采集了郭刚堂夫妇的 DNA 信息，随后又多次补充了他们的 DNA 数据。但由于被拐儿童郭新镇的 DNA 信息没有入库，所以始终没能比对成功。今年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行动以来，山东公安机关按照行动的要求，组织力量对于重点案件重新梳理，强力攻坚。同时啊，在公安部比对会展期间，及时将案件的资料上报会展专家组，利用全国的资源综合研判。来自全国各地的刑侦专家对郭新镇被拐案件展开了多轮研判。2021年6月，技术专家发现河南省林州市一户人家的孩子和郭刚堂儿子的信息高度吻合。6月中旬，根据
公安部工作指令，河南行政部门立即采集一名本地居民的血样检验 DNA 信息，并录入打拐 DNA 系统，成功与山东聊城郭刚堂夫妇比中，确认该河南居民及郭刚堂夫妇失踪24年的孩子郭新振。2021年7月11日，山东、河南两地公安机关在山东省聊城市为郭刚堂、郭新振一家人举行了认亲仪式。24年的寻子路终于到达了终点。新振回来了。郭刚堂一家终于团聚。那么当年拐走郭新振的嫌疑人是谁呢？在公安部的统筹协调下，山东、河南、山西三地公安机关克服年代久远、线索模糊、人员信息不详等困难，层层追查，一名河南籍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围绕郭新振当年被收养的情况循线追踪，通过细致的走访、深入的调查，确定父母男，现年56岁，河南人，是该案犯罪嫌疑人。由于涉嫌另一起案件，现羁押于山西某看守所。警方掌握的线索显示，当年拐走郭新振的是个年轻时髦的女子。那么她和胡某是什么关系呢？审讯中胡某三缄其口，不过通过对胡某1997年活动轨迹仔细梳理后，民警发现胡某当年的女友，现年已经46岁的山东籍女人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公安机关在山西某地将唐某抓获，经审讯，唐某对1997年9月伙同胡某拐卖郭新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警方审讯表明，1997年7月，热恋中的胡某和唐某在山东旅游期间，为图财预谋拐卖一男孩。9月21日，两人窜至聊城，胡某在汽车站附近等候，唐某外出寻找作案目标，将在家门口独自玩耍的郭新振抱走，随后与胡某一起乘长途车返回河南，由胡某将郭新振贩卖。给妈妈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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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离家24年的郭新振终于被找到了。事后郭刚堂才得知，他曾经到过儿子所在的河南省林州市某地寻找，可正如郭刚堂说的那样，他和儿子的距离就如一张纸一样一捅就破。而在公安机关看来，这张纸的厚度其实就是一滴血的距离。6月1日，公安部通过新闻媒体集中发布全国3000余个免费采血点地址和联系方式，有1.9万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免费采血，为深入开展团圆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撑，为群众寻亲提供了极大便利。骨肉分离的痛苦，数十年不懈的寻子，郭刚堂和孙海洋一样，都盼望到了团圆的时刻。而在团圆行动中，他们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只要有一个孩子还没有回家，公安机关的打拐行动就不会停止。这是公安机关在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用实际行动为群众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交出的一份答卷。这份答卷等待着人民的评阅。